其实很多时候问题没有办法变小，但是我们的能力可以变大。当我们能力变大的时候，问题就变小了，会不会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用很短的时间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忧郁症这个主题其实它非常的广泛，它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去切入。但是我今天很想要跟大家一开始要谈的一个重点就是在这里，就是从我们过去曾经成功过的经验，就是过去曾经让你觉得痛不欲生的，或者你觉得这个人生已经走不下去了哈，这样的一个经验，其实拉到10年后、20年后或者5年之后，你会发现，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就会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其实可以改变。所以当你的能力变大的时候，当时候的那样的痛苦对你来讲它就会变小，是不是这个意思？OK。所以其实我们这个题目不是试图哈，不是试图要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不是要试图要帮助跟大家分享说，哎，我们可以把忧郁，比如说人生的生离死别、生老病死这些患难，不是要试图让它变小，那个不是我们人可以做的事情。你喜欢的人不见得会喜欢你，对不对？你欣赏的人不见得会欣赏你。事事不如意，人生不如意怎么样？十之八九。所以听说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先生，他有他的办公室有一幅字画，就叫四个字，就叫什么？常想一二。对，人生不如意，其实十之八九是所有人的生命的状态都是如此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用浪费时间一直在焦虑，我们很讨厌的事情为什么一直在发生？或者我们觉得很害怕的事情为什么不能阻止？因为当我们把那个能量放在这样的一个要把一些不好事情阻止或者不好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很有可能你就失去了一些常想一二累积你的能量的机会。这是我今天最想要跟大家开始讲的一个主题哈。好，请下一张。那这本书呢，《浴火重生》是我们有一个研究团队已经走了10几年哈，研发团队。那我们研发了目前已经有研发了3本书了哈，这是我们其中的去年出来的一本《浴火重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这本书它基本上就是把我们所创立的一个学派叫做焦点解决教牧諮商这个学派，跟不同的主题去做一个对话，然后有理论上的、有临床上的这样的一个书哈。那另外那个是另外那一本是唐宝宝的幸福启示，就是因为我有四个孩子，我们家老幺是那个是个唐宝宝，他都是说他自己是，他每次说妈妈我是唐宝宝的时候，我就觉得全世界讲自己是唐宝宝，像他讲的这么开心的应该也没几个，他就是很开心他自己是唐宝宝，因为我们也很开心，我们陪他长大，然后现在12岁了，也非常非常的喜乐。好，那是我们全家人的一个生，就是陪着他长大的一个过程，我们一起写的一本书，叫《唐宝宝的幸福启示》。好，来，那这个呢也是工商一下，就是我们雨庄下个礼拜五，这是我们目前今年在研发的重点，就是 addiction 成瘾。好，那特别是青少年成瘾，这个部分，那我们每年我们都会有这个研讨会，每年的主题都不一样。那今年的时间就是这个礼拜五在宇宙光，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资料。好，这是我工商一下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哈，忧郁症，思绪繁多，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嘛哈。世界卫生组织预测，2020年忧郁症将成为世界第二大致残原因，仅次于心脏病。好，下一张。那忧郁的人，这个大家都 make sense， 就是一定很不快乐，对不对？那要快乐就要与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拥有什么关系？亲密而和谐的关系。好，我这句话不是随便乱讲的哦。来，我们下一个，下一张。那其实不快乐的人，他们都有一些相似点哈，无法与他们一心想和乐相处的人真正处得来。
就是一样的概念，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讲同样一个概念哈。要快乐，基本上一定要怎样？来复习一下，刚上一张 PPT 说什么？与跟你什么？重要关系。对，对你来讲很重要的人，对你来讲很重要的人，你要跟他相处得很好。这个是所有人类，不管人种啊、什么性别啊、年龄啊，所有的人在内心深处，上帝介入在我们的里面，造我们的时候就有的那个状态。大家可以去仔细想想，你的快乐与不快乐，跟你所在，跟你所在意的人，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他是不是有一个非常绝对的关系？好，好，下一个。这句话是 William Glass， 他是现实治疗学派的创立者说的哈。那我们每个人都倾向有一种长留住在我们里面的情绪，像这几个：恐惧、愤怒、羞愧、焦虑。这四个情绪哈，从那个发展心理学来讲，这四个情绪其实人类的婴儿在1岁半以前，这些情绪都有了，所以这个我们又把它叫做原始情绪。好，那这些情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都有，所以我们要试着学习去跟他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的哈，因为这个东西压不下去的，它是一定会有出来的哈。下一张，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联合国的一个小短片哈，在有关忧郁症部分的。声音好像暂时放不出来，那我想我用念的好了哈，它让我失去食欲，它蚕食掉我的记忆力和集中精力的能力。拖着这条黑狗，无论去哪里或者做什么，都需要超人的力量。在社交场合，它总会找出我的自信，将其赶跑。我害怕忧郁症被人知道，我担心别人会议论我。黑狗带来的羞愧和耻辱，我总是担心被人知道，于是我很用力地把它藏起来。隐藏情绪的生活让人精疲力竭，黑狗让我思考和言谈变得消极，它让我烦躁不安，难以相处。它夺走了我的爱，埋藏了温情，他最爱在半夜把我唤醒，心中只有那些消极的念头，让自己知道自己将会面对多么心力交瘁的一天。生活中有一只黑狗，难过、悲伤或者忧郁将不仅仅是一点点，最糟糕的时候，所有的感觉都会失去。我一天天的变老，黑狗一天天的长大，它开始藏在我的左右。我用尽了一切办法想把它赶走，但获胜的往往是他，和重新站起来相比，躺下变得更容易。我成了给自己开药的专家，但从未真的有效果。最后，我感到自己和整个世界失去了联系。黑狗终于绑架了我的生活。当生活不再有丝毫快乐，你就开始质疑生活的意义。幸运的是，这个时候我寻求了专业的医疗帮助，那也是迈向康复的第一步，那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
我了解到，无论是谁，无数的人们都在被这条黑狗所侵扰，任何人都可能被它侵袭。我还了解到，不存在什么万能灵药或是药物对一部分人有帮助，其他人还要辅以另外的手段。我还了解到，向亲近的人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情，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不再害怕黑狗，甚至向他耍了一些自己的花招。你越是疲劳和紧张，他就叫得越凶，所以学会让自己平静下来很重要。临床证明，经常锻炼身体对于缓解轻中度的忧郁症的效果不比抗忧郁症要差。走走走，去散步，把这条笨狗甩在后面吧。记录一份心情日记，把想法写在纸上，这种宣泄往往也助于看到问题，也记录下那些值得感恩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不管情况变得多么糟糕，只要你走向正确的方向，找适当的人交流，黑狗降临的日子一定会过去。我不会说我感谢这条黑狗，但它却是个神奇的老师，它迫使我重新认识生活，让它变得更简单。我认识到，与其逃避我的问题，不如拥抱它们。黑狗也许将永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但它再不会是以前的那只野兽了。我们达成了和解，通过学习知识、耐心、克制和幽默，最凶狠的黑狗也可以被制服。假如你身处困境，一定不要害怕求助，这样做一点都不丢人。只有错过生活的美好才是遗憾。好，谢谢。这个是 WHO 他们2012年左右他们拍的哈。好，下一张。所以这个影片里面，我们得到一些启示，就是对忧郁症患者最有益处的方法，是对每一位患者都进行包括体，就是身体的部分，灵魂啊、魂的部分、灵的部分，还有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全人医治。那其实这个全人医治也是一种全人健康的恢复。所以，我觉得那个影片也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看起来危机其实是转机。得了忧郁症，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危机，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健康的契机。所以，如果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全人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转折，那就是一个，我相信这是神透过忧郁症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祝福。好，所以影片里面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看到说黑狗，你没有发现的过程里面，黑狗有时候很大，对不对？本来很小，变得很大，后来呢又变很小，对不对？所以那黑狗怎样？会变化的，会变化。哎，所以为什么黑狗会变化呢？你们想一下，那个影片里面，是它自己真的在变吗？那为什么？对，实际上是这个人从他的角度去看那个狗，其实有在变大变小，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个黑狗什么时候会变大，什么时候变小？其实大家可能都有发现，他跟这个人怎么想，跟他的信念，他的 belief 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好，我们下一章。掌控感与信念，我们的研发团队在研发这个忧郁症的这个主题，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这个一年时间里面，我们有半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做阅读，然后跟讨论。那我们发现哈，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点，这个简单的点让我们觉得也非常感恩，就是实际上哈，忧郁症的一个整个陪伴的过程里面，其实有一个 keyword 叫做 control， 掌控，或者说我觉得应该用掌控会比 power 来得好，会比权力那个字来得好。也就是说，简单讲哈，忧郁症其实，或者我们到忧郁症的程度的话，很重要的是这个人，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类，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需要，就是我们需要掌控。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选择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跟他的太太之后，其实人就一直陷在一个必须要掌控自己的生命，但是又非常害怕自己掌控不了的这样的一个矛盾跟冲突里面。忧郁症患者其实在这个点上是一样的，也就是他为什么会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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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到忧郁症的状态，其实是他内在里面对他自己的生命
的相关的人事物彻底的失去了掌控感。那所以当一个人失去那个掌控感的时候，那是极大的恐惧，也会带来极大的焦虑。 OK 好，所以掌控感与信念这个概念是我们可能可以去思考一下，因为这患者的核心是失去掌控感，所以陪伴的重点是重获掌控感还有重获自信。所以吃药啊、运动啊，或者日照啊，或者从事很多很多的活动啊，这些都不错。可是这些透过这些，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人怎样，他内在那个失去掌控感。比如说年纪，很多老年人会有老年忧郁症的状况，这样大家可以了解他失控了什么，身体，对不对？身体开始可以本来可以好好走，不能好好走。可以上楼梯的不能上楼梯了，可以去买菜的不能去买菜了，那个掌控感失去了，对不对？或者你本来是一个大企业的 CEO， 结果呢你退休以后怎样，你能掌控谁？太太可能都掌控不了。所以就会有 depression。 这个就是那时候我爸爸快要从教大学老师退休的前两年，我们这一点我们就在做预防。这一点我也是跟大家稍微分享，就是我们就在做预防动作。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所以在他快要退休前两年，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们要预备让爸爸可以回到家里，因为他之前全部都在外面。然后他这样全部都在外面的人突然间下来非常容易 depression。 为什么？跟这个掌控感非常有关系，心理上的那个你的那个生理上的一个循环，这个都非常有关系。所以怎么样重获掌控感，重获自信。我爸爸现在很有掌控感，很有自信，他已经退休好多年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预防的好很有关。我们就开始比如说开始让他多跟孙子接触。他一开始觉得孙子好难带，可是我们让他跟孙子接触当中，他发现也还好嘛，这个阿公当起来好像也还蛮有成就感的。那个就是什么？自信跟掌控感。然后呢他退休以后，他继续写书，他继续去开会，然后他继续去到全省到处，好像最近那个不是要选举嘛他都去那个跑什么场我们其实都觉得很好。他80多岁了，很好。为什么？就是从这个表就是从这个点来的，什么掌控感跟什么自信。我们不要把他拖住，反而要鼓励他，因为那个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对每个人来讲所以存在主义学派我现在讲另外一个概念，就是那个信念上的 Victor Frankl 他曾经有一段回忆，他说他在一个冰冷的寒夜，他和一群饥饿疲惫不堪像活骷髅般的犹太人被驱赶着走一段极为折磨的路。有的人没有袜子，有的人脚肿到袜子穿不下。走在他旁边的难友低声地向他说，我希望我太太在他们的集中营里面过得好一点，不要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一整夜他们谈着，一里又一里颠簸前行，在冰上滑倒，互相扶持，走不动了拉起来再走。一整夜两人都思念着挚爱的妻子，而正是对妻子的这份关切挂念，让最悲惨的他们有勇气继续，而且好好的活着。 Victor Frankl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在集中营里面的这个经验让他创立了存在倾向的一个心理治疗学派。那他的整个学派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这样，他发现到你只要给人一个理由，他就活得下去。就是那个理由，人对于生存是要有理由。他在集中营里面看他自己，还有看他周遭的许许多多的战俘的一些俘虏，他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这另外其他的研究，比如说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以色列军医院中重伤踩到地雷被截肢者和轻伤跌断手脚者的士兵分成两组做体重实验。若是受苦后情况会好转，那么这个苦可以忍受，而伤得越重，期待复原之心越强，
也越能忍受痛苦，所以重伤者比轻伤者能吃苦。这好好玩哦！重伤者比轻伤者为什么能吃苦？大家有看到了吗？那个信念的影响。好，好，下一张。但是对于癌末的病人而言，应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了，对不对？哈，痛苦只代表他们的病情怎么样，更加重了，而且离死亡更近了，所以痛苦变成难以忍受的、承受的恐惧，就一点也不能忍受了。对于重伤的人来讲，他感觉到痛苦是因为，但是他有力量，是因为他知道他活得下来，而且他想活下来，所以那个苦对他来讲就承担得了。可是癌末病人他们的苦是怎样？没有盼望的。所以我曾经有一个案主，我上个月谈的一个案主，他跟我说他很难过，因为他有个朋友发现到乳癌的第三期。其实就乳癌来讲，第三期其实他的活命的时数其实还是蛮长的，但是他说，而且他也觉得他都没有什么 sign 说很 depression 或什么，但是而且他也劝他们两个谈得还不错，可是呢一个礼拜不见，结果人家就告诉他说这个朋友就跳楼自杀了。我的案主说他的这个朋友自杀对他来讲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因为他自己也遇到很大的困难，他就发现到说如果你认为你受的这个苦其实是有可能会有 rewarding 的，有什么回馈，有回馈的，那你那个承担苦的那个能力就会比较强。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苦其实终究其实是无解的，或者就是会死的，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那你就不会在乎，说你就会觉得一点点的苦你也受不了。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女性在分娩的时候也有关系，对不对？就是我们在生孩子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忍受那个苦很重要。我个人的经验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因为确实也是信念，那个信念就是什么，每一次的阵痛其实表示胎儿都越来越接近什么要生出来，所以那个痛本身它是带着希望，这就是信念的影响。好，下一张。所以越确信压力对自己是有害的，死亡风险就越什么越高。好，但是如果你视压力是有帮助的，则你的身体反而会进入一种产生勇气和给予力量的生化机制，而让你的身体更有活力，就是一样是信念的一个意思，对不对？一样我们在承受压力，但是如果 A 他认为这个压力就像你才讲的，那杀不死我的会让我怎样更强大，这样的信念的人基本上压力对他来讲就不会是那么大的压力。但是相反的，你如果觉得这个世界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已经对我的家庭有这么多的贡献，我一辈子服侍我的老公，然后呢我又是一个很乖的孩子，我也没有做过坏事，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身上？ OK， 那个压力对你来讲就会觉得怎样？难以忍受，难以忍受，一点点你都难以忍受。 OK， 好，所以重点不在于遇到什么样的压力，对不对？而是我们本身对于压力的什么信念为何，影响了后续压力的因应行为及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好，希望这是红蓝，他在国语日报，因为我每天都看国语日报，我非常喜欢他在上面写有一句话，他说希望是痛苦的什么挡火墙 Hope。 所以怪不得圣经里面讲什么，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对，那个望真的很重要，望连一个非基督徒他也很清楚的体会到，希望是痛苦的挡火墙，人只要有希望就可以努力活下去，就跟 Victor Frankl 一样。那这个是我的妈妈今年77岁，她去年她得了一个台湾话叫做灰爪，大家知道吗？疱疹。那大家应该知道那个灰爪，那个疱疹那个病，其实年纪越大的越难好，然后痛的程度就越大。对，所以当我知道我妈妈得的时候，其实我心理上也有在想要为她预备她心理上的承担能力，因为得这样的带状疱疹这样的那个灰爪的人
我们看到临床上也非常多人得忧郁症。那这个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控制是很有关，对不对？因为你得了这个病以后，虽然第一期是先是你身上的那些长的那些东西，那种疱疹好了，可是更折磨的是第二阶段是什么？就是那个神经痛。他那个神经痛是没办法 control 的，就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痛。那个东西太折磨人了，所以我妈妈从一个非常有活力、很健康、非常 discipline 他自己的人，变成他一天到晚都在待在家里。你说这样不 depression 很困难吧？所以但是感谢主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跟信念，所以当我妈妈那时候这样的时候，我也是预备想要预防她得那个忧郁症，所以每次她跟我讲，就是跟我讲说她这个礼拜的状态的时候，我总是听一听，然后我就回馈她，我就跟她说：“妈妈，你进步了这个妈妈，你现在腿又可以抬高一点点，再稍微动一下就是我会回馈她什么？她有在进。”我妈妈就是她那个，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刚刚讲信心的什么建立，还有 control 感的增加。然后后来我妈妈就想说不能出去了，不能出门，那她就想那没关系，我在家里做运动。她就从最简单，她是一个每天运动的人但是后来因为那个病，她所有运动本来都不能做，但是我们后来就说没关系，你就在家里试着从最简单的开始。然后每次我都跟她追踪一下，说：“你又多做什么？多做什么？多做什么？”那然后他这个状态就大概越来越好，而且现在每天一个礼拜，一个月大概都会出去玩个两三次。然后重点不是这个而已，而是我的外婆97岁，然后她跟我妈妈也是常常都热线，因为她住在屏东哈，那都跟我妈妈热线，我妈在住板桥。然后我有一次，我外婆就跟我妈妈说，他们两个在电话里面，她就跟我妈说：“你知道吗？我现在连打喷嚏都不会。”意思是说，我外婆自己觉得怎样，她的身体超好的这样。那我妈妈就告诉我，然后我就趁机跟我妈说：“妈妈，那你想一想，20年之后，你可以像外婆一样的跟我说，我连什么咳嗽都不会。”我妈妈那时候她还在那个回爪的折磨里面。那有一次他就跟我这样讲，那我就趁那个机会，我就跟他说：“你想不想20年以后对你自己的女儿，就是我，你跟我也像外婆这样跟你讲？”我妈说：“我当然想啊。”因此我就利用那个机会怎样，我就跟他说：“妈妈，所以他后来发现，他发现说他为什么这次会得这个病，他发现因为他长期睡眠不好。那为什么他睡眠不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常常在忧虑我的弟弟跟弟媳，他对他们不太满意，然后他常常在忧虑他们。后来他就说：“我发现我再也不要忧虑他，因为忧虑的结果就是我睡不好，睡不好的结果就是我的什么，我的那个免疫系统差，免疫系统差，然后我就得了这个病，然后结果呢，折磨都是我自己。所以其实我很感谢主，这么多年我常常都在跟我妈妈说，其实你真的可以放下。”他不行但是就遇到这个状态以后，他怎样？放下。他因为他现在有一个目的是什么？我要像我妈妈一样，20年以后跟我女儿讲这句话，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什么希望。那因此，我觉得之后我要跟我妈妈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很简单因为他还是会三不五时，有时候还是会回来想说，又跟稍微跟我也讲一下，弟弟又怎么样，弟媳又怎么样，我就会赶快提醒他什么。妈妈，你不是说你20年以后你要跟我说你连咳嗽都不会吗？他就马上说，对对对对对，我不用，我，对对对，我已经很快就不想他们了，这样他就回来了。所以，我妈妈她这个愿望，也就是她那个信念，也就是她那个希望，那个东西会非常影响她的情绪跟她的行为，对不对？好，再往下。那所以没有绝境，只有绝望思维。现在已经霜降了，马上要立冬，在秋思翩翩中看到希望，一年的春夏秋冬其实都会看到很多的希望，但是很重要的是，
不只是从大自然里面，更重要的是从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其实没有真正的绝境，只有绝望的思维。比如说 有一篇文章，忧郁、这篇文章也我们可以稍微念一下，是蛮好的。对，这篇文章它是在智利北部的一个小村落，它叫做丘恩共国的小村。这里面呢，它面临太平洋北靠阿塔卡马沙漠，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太平洋冷湿气流与沙漠上的高温气流终年交融，形成了多雾的气候。可是浓雾也丝毫无异于这片干涸的土地，因为白天强烈的日晒会使浓雾很快蒸发殆尽。一直以来，在这片干涸的土地上看不到一点绿色。有一次呢，加拿大一位名叫罗伯特的物理学家来到这里，除了村子里的人，他没有发现多少生命迹象，但他有一个重要发现：这里处处蛛网密布，这说明说蜘蛛在这里繁衍得很好。那为什么只有蜘蛛能在如此干旱的环境生存下来呢？罗伯特他就把目光锁在这些蜘蛛网上，借助电子显微镜，他发现这些蜘蛛丝具有很强的亲水性，极易吸收雾气中的水分，而这些水分正是蜘蛛能在这里生生不息的根源。那人类为什么不能像蜘蛛织网那样截雾取水呢？在智利政府的支持下，罗伯特研制出一种人造纤维网，选择当地雾气最浓的地段排成网阵，这样穿行期间的雾气被反复拦截，形成大的水滴，这些水滴滴到网下的流槽里就成了新的水源。如今罗伯特的人造蜘蛛网平均每天可以截水10,580公升，不仅满足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之需，而且还可以灌溉土地。这里已经长出了百年不见的鲜花和青绿的蔬菜。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的绝境，有的只是绝望的思维。这个是一样，很多人他看到的是黑的那个部分，但有的人是看到了那个阴影的后面的那个阳光。好，那另外这边也我们也看一本绘本，对，讨厌黑夜的喜奶奶，对，这个绘本没有那个没有文字，它只有图，它叫做讨厌黑夜的喜奶奶。在一个小镇上叫做河镇，这个河镇这个小镇上有一位叫喜奶奶，她呢讨厌一切跟黑夜有关的东西，非常讨厌。然后呢，她就想各种办法，她想要把黑夜消灭掉，比如说他拿扫把赶黑夜，那个做那个麻布袋绑黑夜，用大锅子煮黑夜，用那个大绳子绑黑夜，用大剪刀剪黑夜，然后把它装到麻布袋，要给他老黄狗吃到，他老黄狗不要吃，他躲起来。把那个黑夜垂到那个身体里，或者用蜡烛烧黑夜。哇，好累哦。好，那个硬的不行，我们用软的。他就拿牛奶给黑夜贿赂他，想看看我可不可以喝完以后看你愿不愿意走这样。没有，当他很生气就咒骂黑夜，踏踏他，然后又挖大坑埋他，然后吐口水，不要理他了。哇，奋战了一个晚上，怎么样？好累好累，对不对？休息一下，明天再战。好，就太阳出来了，对不对？好，大家看到这个绘本，有没有发现那个喜奶奶怎么样？她是不是有很强大的那个执行力？她也有很大的热情，而且她也很有创意，对不对？可是他做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地方是错的，是什么地方？他做不可能的事。他的目标设定错误，对不对？
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在很多时候哈，我们的信念本身，我们可能没有去觉察到、了解到，哎，原来我相信的这件事情，它可能是非常的不合理。嗯，好，那这个东西如果我没有觉察，我们没有松动、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情绪就会继续这样下去。好，我们看一下那个非理性信念，那我们有哪些想法可能其实会造成我们很痛苦，然后我们情绪上不好，我们跟别人人际关系也不好，这种想法可能就是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呼吸的想法。比如说大家想一下哈，比如说第一题，和好朋友约好去逛街，但是朋友却因加班无法赴约的时候，请问一下，假如你这个时候你出来的是理性的想法，你会怎么想？哎，没办法，哎，不想这样，没办法。没关系啊，他也没办法，对不对？好，那如果是非理性想法，你会怎么样？他一定是故意的啦。他一定是故意。还有呢？他不想跟我一起，他可能，对，他不喜欢我啦。他不喜欢我。哎，有的人会觉得这真的是对的，对不对？有可能。不同的想法，那个带出来的感觉会相当不一样，对不对？好，第二个问题，先生因为工作不顺利，心情不好，回到家大发脾气。如果你是那个太太，你的理性的想法会是什么？他已经受了很多苦了。他心情不好，还有呢？他受了很多苦啊。他可能在外面受很多苦，压力蛮大，对不对？那如果是非理性想法，可能是什么？他欠揍了他。我又不是出气筒，哎，对对对对，我又不是出气筒。当我是什么啊你？当我是什么？谢谢啊。还有呢，他就是看我不顺眼，他就是觉得我很什么，所以我很容易被欺负。对，看我好欺负这样。哎，看我一副好欺负，所以他全部都放在我的身上啊，有可能哦。好，第三题，下一个。牧师看见一群人走下楼，只和一个姐妹打招呼，但是都没有看见我。她一定长得比较漂亮啊，不是啊？还有呢？比较理性的想法，她应该有一些别的，她可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需要，所以牧师特别要去关照她。OK， 可能是那个是牧师判断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好。然后还有呢，非理性想法可能是什么？牧师可能就是不喜欢我，他故意不看到我，或者是我这个人其实就是没有牧师缘。那个更是信念哦，就是有没有？你到哪里哦，人家如果稍微没有注意到你，你就觉得对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得到长辈的喜爱的人。OK， 那个就是已经是信念。OK， 有点没心。那第四，太太要生产，先生却因为不好意思请假就没有陪产。这个要理性，好像有点难，对不对？因为要因为不好意思请假就没有那样。我这边举的例子都是真实的例子。那个理性的想法会是什么？他要上班。他赚奶粉钱，还有呢？那非理性是什么？你不要回来了。那不顾我的死活了吗？的啊，这个他可能觉得我太糟糕了，或者说他一点都不爱这个孩子，他也不爱我、啊，不珍惜哟、哦。不珍惜，可能有这个方向下来也有可能。好，下一个。太太六次怀孕，终于可以着床，故立刻卧床。那先生为了买一个热水瓶，却买了一整碗，很笨。好，就是这是什么？你那时候太太在想什么才会很笨？他故意的啦。他故意的，你看买了一整碗去买个热水瓶，然后一整碗才回来。他故意的，或者什么？他陪我哈，他就是不喜欢陪我，他觉得那样太累了，有没有？
你的想法其实会跟你的情绪怎么样，它是勾在一起啊。好，然后最后一个，先生常常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却没有抽时间跟太太祷告。啊，你如果是这个太太，你会怎么想？你当你怎么想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情绪？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他不喜欢跟我祷告，他觉得我这非常不属灵。他觉得我这个人，他觉得我太不属灵了，对上帝不真诚，所以他不喜欢跟我一起。或者是很假。哦，对，对对对对哦，这个先生他习惯当双面人。有没有这些？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你的情绪是不是一定往负向走？嗯，这个是，所以想法的那个重要性非常的大哈。好，往下。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理性的信念还是非理性信念？或许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标准来思考看看。第一个是什么？我们一起念好吧。第一个是什么？这信念有没有客观上的正确？对，就是说，这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判断，还是真的有客观上的数据或者资料？第二个是什么？来，请。这信念所带出来的感觉有平安吗？对。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心里面平安吗？好，第三个是什么？来，请。这信念带出来的反应有力量吗？有力量吗？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是让你更有力量，还是让你更消沉？对。好，第四个，这信念符合圣经的标准吗？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我这样的想法真的是圣经里面神要我们这样思考的吗？哈，那其实那个心理学家有一个叫 Albert Ellis， 他提到所有的人类都普遍来讲有11个非理性的信念，比如说人必须为周围的每一个人，被每一个人喜爱和赞美。比如说今天在座各位在这边谈，在这边坐在这边听，如果我有一个非理性信念的话，是什么？是，如果是这个的话，你们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你们不太喜欢我所讲的内容，我就会觉得怎样？讲不下去了。对，然后觉得很沮丧，我觉得我这个人好糟糕。那个信念就是这个，第一个，我需要得到每一个人的什么喜爱和赞美。好，第二个，人在各方面都必须是能力十足、完美无缺的。所以这样的人，如果你的信念是这样的时候，你只要有能力，你很难享受，你很难享受什么？成功。对，你很难享受你自己的能力的成果，因为你总是会看到有不好的地方。对，第三，有些人是败坏的、邪恶的，应该接受严厉的惩罚。这个里面就有很多那个做 judge， 就是做那个法官啊，要判断的概念。他觉得这样的人怎么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罚呢？然后你说因为他没有受到严厉处罚，你就睡不着觉，你就非常的生气。你的信念是这样，可能是这个。第四，当事情不如意时，那是一件什么可怕的灾祸。其实我们没有人喜欢事情不如意，对不对？可是那个重点在哪里？可怕的灾祸，就是他把它夸大到这个东西是很恐怖的意思。然后不幸噪音与外在环境个人无法克服，就是认为我今天没有，所以那个掌控感大不大？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掌控感，会不会很弱？非常弱，对不对？因为觉得我都没有办法。第六，对于可能发生的灾祸，人们应该不断地给予密切的注意。这个大家应该也遇过这样的人，或者就是他始终都在注意有没有发生问题，恐慌症，有点这样。好，下一个，逃避困难与责任比面对他们来得容易，这个应该是蛮多人的选择的一种状态。人应该找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依赖。好，所以只要遇到更强的人，你就会觉得很安心；没有更强的人，你就会觉得很惶恐了。那过去的经验与事件是现在行为的决定因素，过去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就是那种决定论的看法。那第十，人应该为别人的难题与困扰而紧张或烦恼。其实这个部分，常常比较出现在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很亲密的人当中。比如说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或者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当他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一直都很焦虑，那就是这个，就是你好像觉得
只要你亲爱的人、亲爱的家人他们有问题，你就需要非常的紧张。好，这个也可能是一个非理性信念。最后一个，每一个问题都有完美而正确的解决方法，如果找不到这种方法，将是非常糟糕的事。这个也是一个夸大的想法，对不对？好 ，OK， 好，这个结束哈，回到那个 PPT。所以非理性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前面讲到的，如果我们要真的忧郁要变小，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我们的什么信念，对，因为我们的信念其实会非常的影响我们能不能够得到，把我们的能量哈，正向的能量尽量保住。心思意念其实本身就是个战场，你不用去面对外面打仗，很多人在里面就打的哈，就已经溜盔弃甲，对，不用外面的人来折磨你或病痛啊，你自己只要有一个刺激来，比如说老板一个脸色，或者是今天孩子生个病，或者你自己医生跟你说，就像跟你说，哎，你什么地方可能有些什么指数，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这种刺激哈无所不在，对不对？这种东西一来的时候，我们内在里面是不是能够在一个保存我们最大能量的情况底下，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选择跟功课，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做。那因此哈，要永保安康。如果在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很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学习，就是专注正向，保能量。我们专注在正向上，不是一个相悦的选择，而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把内在的能量更充盈化。如果要更充盈化，你专注在正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各位觉得怎么样？很棒啊！重点在哪里？专注。很专注。重点在专注，因为很多东西其实会把我们那个注意分散。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叫思念恩典，心就光亮。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忧郁变小，我们能力变大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习，就像保罗跟我们讲的，很多事我们都要思念，像什么，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事你们都要什么思念？思念的意思哈，是像害相思病一样。那是要思念谁？思念什么？思念恩典。一开始的时候我问大家说，你的初恋你怎么走出来的，走到现在，假如说初恋的那个伤痛，如果你的初恋是伤痛的话，你现在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的力量增强很多，你知道吗？你这个力量的增强每一个都是恩典。因为有很多人因为那样的伤害可能就一蹶不振，甚至放弃他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很多很多的恩典，我们如果养成习惯去思念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保有在一个光亮的状态里面。好，那最后我谈一下一个例子哈，我们剩五分钟。这个例子呢，是一个忧郁症妇人哈，她的一个概念，她的一个叙述。这边呢谈到一个东西是，有一个妇人她来求诊，她的主诉都是一些焦虑啊、忧郁的一个症状哈。诊断并不困难，就是忧郁症，任何一位精神科医师都可以办到这一点。原来妇人面对着婚姻暴力的问题，先生喜欢喝酒，一喝醉就动手打她。先生因为酒醉的关系，工作都无法维持长久，让她不得不到外面工作赚钱贴补家用。但尽管如此，当她回到家中之后，所有大大小小的家事以及三个孩子的抚养，其实都需要她来处理。她身心俱疲，整天生活于恐惧当中。她还担心家庭暴力的现象会影响小孩子的发展。那医生就问她说：“那你的公婆怎么说啊？”他们都站在先生那边啊。妇人又叙述了一段悲情的故事。
听起来公公婆婆偏袒亲生的儿子，当暴力出现时，公婆往往反过来指责他事情没有处理好，才激怒他先生。而九里姑嫂们也都采取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到头来他变成了一些问题的核心。明明他是受害者，他却必须负担不要让先生生气的责任。他不断的受挫，而且还不断受到其他人的指责。然而这还不是苦的哦，大家都要我宽恕他们，妇人几乎崩溃。教会的姐妹都很关心我，没有他们我活不到现在。但我说实在的，我真的很难去宽恕那些伤害我的人。好的，我在这边提一下，如果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叫受伤的人要去宽恕伤害他的人。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做不到的、啊、因为他里头还有很多的什么痛苦、啊、负面的东西。你叫一个里头还一大堆垃圾跟他伤那个伤痕累累的一个人，你叫他要去宽恕别人，对他来讲他要不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什么，他就是为了讨好你，为了打发你，然后他就答应，但实际上他根本做不到。那另外一个状态是他就远离，他会觉得你完全不了解他，对不对？好，所以希望这个我们可以注意哈。那你曾经去报复过吗？我很想，但我不搞，而且我偶尔也会怀疑，到底真相是如何？是我做错了才导致先生打我？我到底怎么了？所以我听起来你面对的问题有几个，你目前处于很不确定的状态，事实真相孰是孰非你没有办法确定。其次，你很想报复，但你又不希望这么做。但如果要放任你这样下去，你又无法忍受。所以听起来你很想说，你先生联合全家人来欺负你，但你不甘心，你想报复，但又觉得不妥。别人要你宽恕，你也做不到。夫人点点头，他们都说我疯了，我也很担心自己是不是疯了。我只是个医生，不是上帝，所以我没有能力帮你做判断。至于诊断，我不认为那很重要。这个精神科医师说。结果他接下来他就问了这个妇人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仔细想一想，关心你的人多还是伤害你的人多？这个问题我也送给大家。我们这一辈子只要活着，到见主面之前，我们一定都会被别人伤害。OK？ OK？ OK。因为这件事情不是你可以控制的，那个是在外面的环境的收益，对不对？但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很容易哈、哦、受伤以后，我们的脑袋哈、哦、这个叫做 P， 有点类似叫做 PTSD， 叫什么创伤后症候群。创伤后症候群的一个症状就是什么，你不断的闪过，像我们普悠玛才刚发生，对不对？会不断的闪过什么现场的一些状态。那你会不断的去想那个人，他那句话，你在你的脑袋里面怎样重播上万遍，有没有这样？然后你只要重播一次，你就在伤害自己一次，不是吗？可是你又没有办法什么停止，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这个医生问的这个问题蛮好的，他说：“你仔细想一想。”关心你的人多还是伤害你的人多？你知道这个句子它就会引导我们开始去想另外一个层面，那个层面是什么？对，而且那个正面不是杜撰，是什么？真实，是真实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伤害也是真的，对不对？可是你被好好的对待也是真的，对不对？所以重点就是你要选择停在伤害里，还是什么开始转到你被善待，这个是个十字路口。好，结果这个妇人她想了很久，她说：“其实关心我的人怎样比较多，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能够活着，我们的答案应该都是这样。关心我们的人一定比伤害我们的人多，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的。好 ，OK， 那好，来再念这个句子好吗？请。”那你花多少心思在那些关心你的人身上？对，你专心在关心你的身上的心思有多少？那妇人就愣住了，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啊！这医生说，你被先生伤害，也被婆家伤害，你一心寻求所谓的正义，但你又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这就是你既焦虑又忧郁的什么主义？因为你想要求一个公义的判断，但是你得不到。
OK， 那而伤害你的人少，关心你的人多，你却怎么样？老是花时间讨好那些伤害你的人，却将爱你的人弃之不顾，这岂不是很荒谬吗？但是荒谬的事情，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做，对不对？都一样。对呀，很棒。好，所以最爱你的人是谁呢？是你自己。围绕在你旁边的关心你的人是谁呢？是那些朋友。你得在心中怎样提升他们的地位？你应该多为自己，也多为朋友们着想。伤害你的人是谁呢？听起来是你的先生婆婆。你得在心中把他们怎样降级？我常常跟我的案主讲这样的一个练习，我说哦，好比说，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像一个同心圆，同心圆就是你自己画的，你接到你的同心圆最核心的人，就是最善待你的人。然后呢，你可以按照，假如说这个人，你发现可能不能太深交，你就把它放到哪里？外面。外面。对，越里面的，越你同心圆的人是。你可以跟他彼此相爱的人，你就要更放在里面。OK， 好，这个是一个照顾自己的很重要的方法。所以你无需去追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常常都会这样哦，被人家伤害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这样？有没有？这都是我们的本能。他们为什么要这？他们到底好不好？这些真相与评价留给上帝去做的判断，不是你应该要去做的。你要做的是什么？来，一起念。减低他们带给你的伤害在你心中的比重。 OK， 减低他，减低。那我明白了，夫人默认。但是想一想，又开始犹豫，那这样我是不是违背了宽恕的真意？我不是应该去爱我的敌人吗？我微微笑，容我卖个关子，几个月后你就会知道。好，几个月后，这个妇人整个人变了样子，她衣着亮丽多了，讲话大声多了，走起路来也有元气，乍看之下很难想象，这就是几个月前那个即将濒临自杀的忧郁症夫人。这几个月来怎么样？奇迹耶！然后神采飞扬地说：“我只能说是奇迹，我照着你的说法去做，我才发现什么？我身上有这么多人默默在关心我，我的邻居啊，教会的姐妹啊，甚至我的小姑们也是。我从前都没有注意过他们，而且也根本不在意他们。我真的都注重谁？我的先生，而他伤害我又是最大。我们是不是常会这样？”Depression 的人常常也有这样的状态，他一天到晚都在关注什么？对，一直这样，一直这样。我微笑不语，我干脆就不去理他哦。我没有去申请保护令，我还是比较传统，不好意思叫家丑外扬。但是他现在一喝醉，我就躲。好，他连想打我也没机会，结果他竟然去打我婆婆，那我婆婆就气坏了，开始骂他。那我现在除了必要的工作，我其他事情都不管，我把自己的时间放在教会啊、街坊邻居上面，而且我还报名了才艺班，我要多学些东西。最令人高兴的是，这些日子我的心情越来越好，我的小孩也仿佛感染了我的情绪似的，越来越开朗。那你明白什么是宽恕的真意了吗？哎，这个时候才要来谈宽恕。宽恕不要那么快出来，宽恕要在他已经感受到爱的时候才能出来。好，我不懂。一丝阴霾浮现在他的脸上，我有时候还是会担心，我是不是太自私？是该告诉你答案的时候呢？我说，你觉得你先生为什么会打你？然后这个太太其实她很清楚，她说，我发现她很缺乏自信，小时候被父母保护得太过，她又不懂得怎么表达自己。当她发现自己做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她就会直接将愤怒发泄出来，而我很恼怒，就成为她的受气包。来，你们仔细看这个红字哦，他讲得很好。他说，所以过去你的爱党就是在帮助他继续恶化，让他永远没有机会学习。好，所以以后不会啦。他很尴尬的笑一笑。很多人，很多受苦的人都误把纵容当成是宽恕。事实上，纵容是懦弱的表现，而宽恕却是勇气的实现。一个人如果学不会爱自己，以及爱所有爱他的人，那他就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抗拒懦弱，他会将所有的资源拿去讨好那些伤害他的人，那对方就会成为坏人，自己就会成为受害者，到最后就是合演一出悲剧，双双一起堕落。绝大多数人一想到宽恕就想到自我牺牲，但事实上宽恕背后是有什么强大力量。对，我们做不来的，上帝的爱散在于天地间，你必须透过爱才能领略到那个力量。当你被那个强大而良善的力量所包围时，宽恕就会成为再自然而不过的结果。所以如何才能爱你的敌人呢？最快的方式就是什么？来，一起念哦。
先去爱所有爱你的人，同时怎么样，不要对敌人进行任何的评价，也不要配合敌人或让敌人有任何继续伤害你的机会，更不要继续浪费唇舌在辩论孰是孰非上。倘若你能做到这一点，力量就会开始怎样累积，对，然后渐渐的你将会发现宽恕对你而言怎么样越来越容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什么？为什么可以忧郁变小？因为你的内里头的力量怎么样变大。那为什么我们里头的力量可以越来越大？因为很重要，除了上帝帮助我们以外，我们自己也要帮助自己怎样选择，你要怎么去思考，选择你要相信什么，你相信的东西真的在你的手中。 OK， 盼望我们都能够越来越能够专注正向好能量，常常思念上帝的恩典，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光亮。我们心越来越光亮的时候，其实外面的困难它就会变小。阿们。好，那今天就很抱歉啊，超过时间了，谢谢大家。